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长老简介：能学长老号元慈，嘉义县东石乡人，16岁时出家，民国44年受比丘戒，民国45年入福严经社清净应顺导师6年，民国53年任南普陀佛学院以及慈明佛学院主任兼教授，毕业于香港能仁大学文史系、珠海大学文史研究所。人称现代化僧的能学长老，为人慈悲，佛学素养深厚，40多年来一直在艰困的环境下默默从事翻印白话佛经的殊胜工作，近年来办理佛学自修班，并且成立育幼院收养孤苦无依的儿童沙弥，现任高雄县阿莲乡新超峰寺住持以及白话佛经杂志社发行人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！我是高雄县阿莲乡新乡寺主持莲鹤。我平时拢将佛经甲翻译白话，较袂用，而且经费也有限，所以所讲无遮济。各位若有啥问题，会使敲电话来问我。咱今日阁继续来讲这个《禅林宝训》第147集。问题安尼讲，师尊正理啊，不将私心啊，讲一个人吼，心内爱存迄正理，就是佛法正理啊，正道啦，袂使纵容自己心内妄想烦恼，自私心啦。昆文来讲，感动我，夫人相情啊，寒冷无息啊，大地被伊所信，作伊所疑，佛伊所亲，鸟伊所爱，神机篇啊，这庭言。不可其实啊，虽有过动之言，以其心，即虽失之，不听其言；虽有失失之听，听其言，即为其可动之心啊，爱其事，即尊其可弃之言。世界故将抒怀啊，不可得利，虽望佛祖之道，是庄严之心啊。故相敬之所亲啊，乃圣贤之所重。古德云，要万者先严其根，无待者必根以微，将在朴采于心用之其中啊。故不在莫过于好意啊。这段文的意思就是讲，感动禅师安尼讲，伊夫迄也唔通读做夫人呢，唔是讲太太夫人。迄古文头时起头第二拢有呾用夫安怎呢？啊，
迄寓意啦，讲人之常情，就是一般人的情欲啦，一般人的心啦，啊，拢真少会当讲无妄想烦恼未歇的。伊的毛病大多是安怎呢？妄被伊所偏心，哎，伊的心吼，啊，偏心迄落。偏心的消人的话啦，啊，阻碍伫迄个内心的道义，心内吼交义啦，因为交义啊，所以做代志做袂成，啊，疏忽的疏轻视，伊对代志吼看太轻，对人太轻视。所以疏忽吼，啊，沉溺于所贪爱，对自己所爱的人啊物吼，心过迷惑啦，沉迷啦，沉溺就是沉迷迄个，所以吼，所做出来咪大公无私，假讲所信呢？基因偏差，伊所相信的吼是偏差，相信小人的话已经偏差，所以伊听咧听啥物人讲啥物代志吼，都无去考察讲是这情形是安怎，安尼吼已经自己的错误判断，啊讲出许过分不当的言语。啊，无失的言语，啊，伊心内疑心吼，既然太重啊，安尼吼，虽然实实在在的代志，伊都听袂入啊，袂当相信别人实在的话，所以伊所听的失了迄个实性。哎，所听是偏差错误的，啊，因为吼轻视别人，所以你看袂起别人啊，所以就失掉了迄个重用的人才啦。本来迄个是一个人才，哎，你外表欺人啊，看袂起，所以失掉好的人才啊。啊，因为啊，做爱德，哎，袂乱迄事物，啊，所以迄人袂使用，应该下掉，啊，可是你煞啊下袂掉啦，啊，吼，这情形呢，拢是。纵容自己的私心、烦恼未歇所致，啊，无苛刻、苛刻啦，苛刻就是无根据这个诶道理正理啦，啊，忘记了佛祖的圣道是应该安怎做，干那靠自己的私心偏差，安那去做。啊，甚至失去了庄严，佛寺内这正常的拥护心。当然，你啊偏差私心吼，迄、哦那个出家人啊，就袂甲你拥护，哎，离心啦，啊，众叛心，众叛亲离啊，呢哈，大概离了心啦，哎，袂当合作。所以平常这私心这情欲呢，哪当做代志的哪错误，啊！你私心情欲哪轻，迄就是这圣贤，就是佛菩萨，就哪看重哪尊重啊，赞叹而乐。嗯，古德就安尼讲。
隔庙隔院啊，要先念以清净。啊，无求大师啊，必须谨慎以微小的处所、微小的所在。就是讲你计划遮遮远，但是爱为开头做啊好，基础做啊好，清净啊。啊，要想要做大代志，即小代志爱必须以谨慎哈，唔通疏忽。所以爱广博较宽去采纳别人大家的意见，啊，心信谨慎来去观察。去利用，讲不必误高，能讲误高修远啊，望唱高调，啊望下做，喜好书意的是讲，是标奇立异了。平平凡凡，唔通要要求迄个啥物真特别。为教经对咱讲，诸烦恼刹那相续杀人，心已冤家。咱讲伊拄仔讲，一般上人的心，拢难免有遐迷惑，就是遐烦恼啊、私心。所以这个为教经讲，这烦恼就是。就像迄个土匪贼啊，秘伫咱心内吼，即事就是伫遐等机会要杀人、要害人。你哦吼，你的烦恼甲你害死。伊个安讲，烦恼毒蛇，睡在你心。你心内遐贪嗔痴各款烦恼呢，就像毒蛇要咬你、要害你。秘伫你心内作怪。偏讲一个人贪嗔痴，因为起贪心啊，所以就去偷睇、去强暴，结果就被抓去关，迄就是烦恼害你，像毒蛇，把你咬死。啊，你因为真灰心，就去杀人放火，所以被抓去判刑枪杀，迄就是烦恼把你害啊。所以烦恼像毒蛇，像冤家啊。又搁安尼讲。这个王修仁就跟咱讲啦，去山中擦衣啊，去心中擦难。王修仁就是王阳明啦，伊吼儒家大学者，但是原来学富参详。老总统蒋公常崇拜伊，所以总统住伫阳明山，较早还是草山啦。蒋公住伫阳明，住伫草山，所以。伊崇拜阳明，王阳明，所以改了这个阳明山啦，纪念哈。王阳明呢，伊就讲要去迄个做山内遐个贼寨啦，土匪呢，要甲去掉、除掉是较容易，派兵去除。啊，自己心内烦恼菜要除掉就较难。楞严经就安尼讲。一切众生不生菩提，即阿罗汉，皆由客尘烦恼所误。讲为什么众生未当生菩提？菩提就是各家的成佛啦，也是正修行阿罗汉，个拢是因为迄心内烦恼障碍，未当成佛啊。又个安尼讲，欲得菩提啊，要得三摄啊。讲想要证菩提佛果要成佛呢，要爱除三业，就是贪嗔痴三款烦恼，才会成佛。开参六位上师，是我的师公啦，伊就安尼讲，扫地问题在清净，为清净啦。扫除贪嗔痴自明，三毒不起啊，清凉汉，广行各就见太平。讲咱大家伫佛寺咧斗扫地，其实外表是咧扫地，其实着上要紧表示爱扫烦恼。所以扫地要扫啊清净，咱心内烦恼嘛爱扫啊清净。讲时时勤拂拭，莫使惹尘埃。
就是要扫除遐贪嗔痴这烦恼，心内自然就会光明智慧。讲这贪嗔痴这三东若无起压起来，啊，就是一个真清凉的男子汉，功成过就，见太平，就会当成就佛果阿罗汉啊，见太平。先当时安讲，拄仔讲讲那高义吼，都爱障碍了。先当时讲义者不恕啊，恕者不义。那对一个人对义心呢，你都忘记用伊。啊，你那一旦要用人，都唔通起义心啊。上师安尼讲，任贤不义啊，弃邪不义啊。讲你要任用迄个贤良的人，你都唔通两存两款心，但咩犹豫不决，哎，唔通半信半疑。啊，若要弃掉迄个邪恶，都唔通犹豫不决，但咩疑心，弃就赶紧弃啊尽。比波沙论就安讲，若人正善根啊，疑则不开花，信心清净者，花开则见分啊。聘公正常经就想讲，和聘公来皈依三宝来合佛，你得爱信心坚强，唔通半信半疑。你啊正常经那是疑心呢，就袂得开花结果，袂得好结果。啊，你是坚固的信心啦，清净，无遐杂念心，到到尾一定会开花见着佛啦。啊，诚实论来讲，得疑者。一切世间出世间事啊，皆不能成啊！心内高疑心的人哦，伫世间咧做事业也未成功，啊，出世要成佛证阿罗汉也未成功啊！修楞严三昧经啊讲，欲以众生啊生轻慢心，即为自相。咱拄啊讲，未使轻视，轻视所以就会失去大人才。讲你若对众生吼生起一款轻慢看袂起，啊自己傲慢的心呢，安尼就是伤着家己。为啥物呢？迄在佛经讲，你就是起迄个大烦恼，做贪嗔痴慢疑喜慢，安尼起烦恼伤着家己的道心。诸法无行经就安讲，若菩萨依他菩萨啊，生下生依己生性性，即为自相。业受业障报，业障罪啊！讲做一个菩萨，那对别个菩萨啊看袂起，啊自己认为讲，即我比别人较敖较好，安尼你即个菩萨吼，会伤着家己个道心，就是迄烦恼心，你又搁受着迄个业障个罪。法华经来讲，上不敬菩萨比丘言。我不敢轻离念定，念定该当作佛啦。法华经有讲到一个上不轻菩萨，伊吼看到别人吼，拢甲你磕头顶礼，啊，就当面讲恁将来拢会成佛，我唔敢看袂起恁啊，遐做上不轻啦。古语言讲，人无远虑啊，必有近忧啊。讲一个人若无善会想我较远的吼，就会发生一款忧愁苦恼的代志。你无想较远，啊，冲动就做咧吼，一定会发生忧愁苦恼的代志。如果安讲三思而行啊，再思可矣。孔子讲，叫人要做啥，唔能冲动，爱慎重，爱。三思，想了搁再想，考虑啊周全才做，啊，都三思而行。啥代志用再思，一摆搁一摆咧，考虑啊周全，啊，想带安全。苏东坡安讲：心中者四欲去啊，将必用；轻发者四欲用，将必去啊。一个人若是小心慎重。做代志拢食精神，拄仔咧讲三思而行啦。安尼伫遐咧考虑，大家讲啊，惊死，啊，唔敢甲做落。
伊是咧慎重考虑啊，所以看起来开始看起来敢若惊惊吼，嘿，无勇气。但是一旦考虑好做咧吼，啊，一路安全，所以做了这勇气啊，勇猛的战啊，拢有进无退，所以表现这勇气。啊，那轻发就是讲，轻率就出发，轻率就下手。啊，无考虑啊，轻率就好啊做咧，嘿，啊呢，这款人哦，细有用啊，开头呢，敢只勇敢好，冲啊，一个冲咧，啊，到尾啊吼，还有那做那唔对，他还要只啊问题遐有毛病，啊，到尾算那做那没勇气做咧，啊，惊惊吓吓，哎呀哎呀，会发生啥？所以到尾变啊。去就是惊惊吓吓啦，啊，所以一个人若三思而行，就袂安尼惊惊吓吓，啊。我本人离开台湾五六冬，等下台湾了，看到这个古文的佛经足深，所以发愿每一本拢甲翻译白话，到即卖已经翻译128本，每一本翻译好拢印几万本，全台湾逐间大学、逐间佛寺拢寄来寄念。啊，那是在家技术随喜传道教吼，到即马全世界大陆、东南亚、美国、法国、英国、澳洲、纽西兰，拢定写回来加特。迄日卖西亚一个林技术来加特，百几本讲伊伫卖西亚要设一个国际网站，要帮我全世界，帮我的佛经，我全世界收得到。哎，伊迄阵吼，伊去大陆、台湾、世界。讲要找看有迄个白话佛经啦，讲即款全世界华侨青年吼，拢看古文看无，拢只会当看白话，去大陆、台湾四界找，拢找无理想。最后由迄个陈振宏教授介绍来，甲讨百几本，看着讲我翻译白话足欢喜啊！哎，迄陈振宏教授就是佛教界吼，伫电视拢用英语咧讲佛法。哎，那国际的场合拢伊咧翻译英语，内正拢教授甲介绍啊来讨。啊，阮本时嘛有一点收入，都拢印经送物咧卖，啊，佮救济急难，佮收几啊高字，佮用伫两台电视方法办一个佛学自修班，啊，继续不断咧招收一寡南昌理想，想要出家培养因将来当为佛教弘法利生。啊！伫电视所讲的遮，因为出版电视讲演接九本啊，各位老师啊，煞敲电话来本市。啊，咱即个啊头前店就是镜头即间，内底有一尊300吨的观世音菩萨，迄是清朝台湾知府兼公主，由南海普陀山请啦，真正南海观世音，各地来参拜拢得到遮大个灵感。但愿观世音菩萨保庇大家平安，感谢各位，阿弥陀佛。普查新桥方式，供奉南海普陀山300年观世音菩萨圣像，欢迎十方信众前来朝礼。新桥方式数十年来推动福音白话经册90多本，赠送海内外，另外办有学自修班、修养高理等，培育未来弘法人才，并且办理慈善事业。因为经费有限，恳请十方大德来扶持。划拨号码：0044858584，户名：新超公司，电话：0763122921。
6318391，地址高雄县阿莲乡凤山村95号。佛法不离世间法，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利乐无形有形众生共沾法益。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！我了解，有真济菩萨常常在咧看生命电视台，但是各位会记得，咱生命电视台逐天咧办，就爱开真济钱，但是这是有价值的。但是啊，菩萨会记得，爱常常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做生命电视台护台功德主，一年10000元，乃至一个月100元，拢无要紧，让生命电视台一直充实。按照一直有法度去弘扬佛法，咱嘛法度参加这个功德，万人共造善恶因，每人皆得善恶果，咱大家拢随喜这个大功德。阿弥陀佛。护持护法，19965232，1996 5232，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十年同念。知恩报恩，水陆三界，祈见法界无遮大圣会，普愿四方，平息世界极易诸灾难，遍及五洲，回向有情身心皆安乐。由延藏僧团主办，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协办，日期2021年10月31日星期日到11月7日星期日，法会地点三好国际饭店。地址：云林县斗六市斗六五路35号，洽询电话：台中总部04-2242-2002，台北土城讲堂02-2262-6222，云林无为讲堂09050677717，延藏僧团培训中心05590-1072，划拨账户适应可划拨账号07695488，请注明水陆法会报名。法会报名义工参与，请洽各处讲堂，敬邀您共襄盛举，同沾法益。防疫及生活物资共僧包，夏季农历4月16日至7月15日为僧众节下安居自立修行之期，也因应疫情升温，应尽量减少外出，以降低群聚感染风险，故而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特别推出防疫及生活物资共僧包，提供偏远或于防疫期间不便外出之僧众民生用品与食品。填写表单如下，联络电话03-989-9319，03-989-9319。当我们去扫墓的时候，我们的祖先真的会来迎接我们吗？那第一个问题，我们请师父作答。首先，我们刚刚说了，祖先死后会有6种的可能嘛，三善道跟三恶道，他除非在三恶道里面做鬼，而且很执着在当地。虽然说我执着我的坟墓，我执着我的牌位，他才可能会留在那里。那你后代子孙去的时候，他就很开心，有人来拜我了，就是他要做鬼才可能在那里。他如果不做鬼，他就不会留在坟墓那里或是牌位那里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行。